大家好，我是宝妹阿宝老师。我是阿宝。好，来，又要回来说的乡亲的朋友呢，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请阿宝老师跟宝妹在家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这部方面不清楚、不了解，来6338601 6338601。来，老师你先看哈、哦，你的微信，微信呢，我有传了一张图片，你稍微看一下哈、哦。哎，最下面那一张。好、哦，头拄啊，三个小时刚传的，你有看到迄个一张相片内底那个洋香瓜，伊两叶刚结位置，但是呢，即卖节间吼变长哦，这是什么样的原因？这是在你附近的龚先生，龚师傅，我们甲你请教。嗯，这个看得到吗？有看得到，好、嗯，但是，嗯。哎，这种一般哦，伊会伫这种啊，就是整个的一个节间吼，会伫啊又较长小挂旋转吼。那么这种一般爱稍来注意者吼、哦，就是那、有当时啊，因为这个温度的节变化是吼、哦，那么伊较容易有产生一挂这的问题吼、哦，就是讲伊突然吼、哦，这个啊、肥料的这个效益吼。哦你比咱都一直在讲的讲啊，这个、氮肥这个、效应，氮肥效应吼、哦，这个、氮肥效应所表现出来，那、么有当时是有一个递延哦，你即马看到是安尼哦，但是后边要个累积落来，即、这个许你成长量，然后拄到即个温度变化，伊就较容易啊，即、这个诶产生即款的这个、问题吼、哦。那么一般来讲吼、哦，一般来讲，那不是讲啊特别吼、哦、对。就特别即个严重，比如讲像啊，伊叶啊变作薄叶啦，吼、哦，然后抽断去吼，啊，这通常是无啥要紧啦，吼、哦，这啊，咱较惊着吼，较惊咧，通常是啊，这咱其实是较惊迄个节间便秘，吼、哦，这有当时较惊啊，这节间咧伤过头。伤过头密吼，这种的一个即生长抑制吼，即啊真正的一个一寡即个原因吼，即有时啊，得较担心啊。你也是讲有些话抽断起来吼，即就是伫尾流，因为即应该啊，伫这种情形通常是出现着你摘新料的时阵，你瓣料伤大吼啊，伊迄个尾流迄只遐得较无啊，无去加留一滴滴啊吼，所以你摘瓣料较大，那瓣料较大的时阵。啊，一寡即营养吼，它伊所累积的即营养相当的即即侪，简单讲伊是无法度剃袂开啦吼，所以啊，伊就有可能迄个节间呢会了啊怎扭断起来吼，然后即个叶啊吼，伫共一个即节尾内底一个叶子呢，啊，伊可能的原底是要变啊，有呢，它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吼。啊，节间小话较长小块，你稍注意者吼，这应该是伫这氮肥这部分呢，啊，也了较悬吼、哦。那么爱适当吼，适、哦、当这啊，一般来讲，你控制这氮肥吼，啊，因为你即马表现出来已经是有较悬哦，这种的这原因啊，所以通常咱会建议讲，伫水分上吼。哦啊，稍微限制一下呢就好啊，吼，迄应该是啊，唔是真严重的这问题啦，吼，所以这大概是这款的这情形，这含温度的这个变化，吼，也有一些关系，吼，那么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吼，无真大的这个问题，吼，这最主要还是在啊，这个氮肥效益的这个变化，吼，所以你稍知影者，那么这。一般咱伫即个果啊咧摘新的时阵吼，咱拢会甲草叶黏着黏着吼，通常就是讲管顶迄只遐爱小留一下吼，那么予伊水分吼、水分的一个调控，还是讲一寡啊过剩的这营养，因为咱甲即个果啊草叶拢挽掉，实际上是干留一点尔嘛，就是为着要留一点哦。啊，如果伊个长所累积个营养分啊，是伤过头济时阵啊，等于讲伊个生长真好势吼，但是呢，累积营养分较高诶。那么伊无一个所在通去消透吼，即有当时啊，果啊当然是足够大部分对吼，但是有可能呢啊，会较容易裂果吼，所以一般咱会伫即管顶吼。那么尤其啊，对着一寡即个天气个一个变化，通常温度较悬啊，常用降温啊。啊，这温度降得很快，吼、哦，这种的这情形呢，啊，伊就会引起到这个水分调控呢，啊，失去到这个平衡。所以一般来讲，伫这尾流这只，吼、哦，尾流这只呢，啊，一定爱会去甲留啦，吼、哦。
来去甲留一寡啊，即留一个即个神尾吼，即啊来甲伊即个算好有一种简单讲就是讲有一个抽屉安尼吼，啊即、这个问题就啊得到一定的即个改善啊。那么这是这款的这些道理了哈，所以就你需要做这些参考哈。那么一般来讲是会比较，你那是有间老一点哈，那么会好很多哦。就讲心肺这所在需要做这些处理哈，那么这应该都无什么款的这些问题哦，就提供给你需要做这些参考啊、嗯。好，来63380163386001。来，老师再来看一下哈、哦，这个谢坤成，谢坤成呢，伊迄个住宅使用的部分，我上个礼拜回家吼、哦，有跟他通过电话了，啊，够有伊讲肥伤吼，大白菜肥伤的部分，我也已经跟他讲过了，所以你即卖只要针对伊吼、哦，这感觉面下骹面有生这个香菇，伊要问你讲。这个香菇呢，到底吼、哦、生出来这是好还是歹啊？包括也番茄呢，叶子怪怪的吼、哦，这些部分呢，你帮他吼、哦、解答一下。啊，够最后伊有一个金龟吧吼、哦，金龟迄个图片，那你也稍微吼、哦、看一下，来，它的南瓜金龟有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嗯。哦，这好像东西很多哈。对对，东西多，但是有些部分可、就是针对我头都要讲的几项，敢回答一下。啊、那如果资材的使用方式，我有跟他讲过啊。嗯，你讲伫即个樟卡吼，樟卡啊，发香菇这种，其实应该是你用的，可能是啊，这种，比如讲你用的就菇啊本吼，并啊，包括咱用的即、这个许呢，伊没有完全的即个发酵吼、哦，那么伊通常伫。啊，这里底它会残留一些哦，等于讲这足正常诶啦吼，这通常啊，伫适当的这温度里底呢，那么有可能吼，等于讲你用诶吼，比如讲你是这个太空包诶这堆肥吼、哦，那么伊迄个物件伊后堆诶这时间无讲真久吼、哦，那么无讲真久呢，伊有一个伊的。伊个菌丝吼、哦、没有完全去予伊即个隔温啊是虾米吼去甲消灭掉，所以到即个产地时阵，那么伊有一个环境适当、营养适当的即个状况之下，那么啊，伊通常得有一个就是讲有迄个环境予伊个大起来吼、哦，所以呢啊，咱一般来讲吼。哦这通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关系啦吼，但是呢，这个在提醒我们吼，那么你一定要小注意一下吼，这有当时啊，通常啊，伊香菇是较少吼，这大概拢是一寡这个菇菌类吼，那么这款呢，这情形伊也是湿度高啊，是许呢，这大概就会很容易去产生哈、哦、啊，所以这应该是无什么款的这要紧哈、哦，只是讲啊，你要注意着哈、哦，这是在提醒我们哈、哦，这物件啊有可能呢，因为这是伊这种嘛是一个腐生的这作物了哈、哦，那么这物件伊那是无发酵完全哈。哦那么伊也无一个高温，吼、哦，即有可能个定个湿度环境，吼、哦，各方面拢适当的时阵有一寡菇菌类，一个产生。那么这是小再注意者，吼、哦，因为有当时啊，即代表讲你用的即个有机质，吼、哦，伊可能是较小木质素之类嘅，吼、哦，伊也无完全的即个发酵。啊，这嘛是不要紧吼、哦，就是讲你只要注意啊，适当的这个氮肥这个补充吼、哦，因为当时也对这个作物的产生吼，那么有一寡这个影响吼、哦，比如讲也看起来改成较无诶长吼，伊寡都落肥啊，迄下骹许拢安尼黄叶黄叶吼，这款的这情形呢，那么这点呢，爱稍来改这个、注意着吼、哦，这个、大概是。是这得力的哈、哦。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有个看起来哈、哦，比如讲像大白菜迄部分哈、哦，迄心尾，那确定是肥料，但是你爱计算看卖者，因为咧肥料你用的这个水量有够多吼、哦，所以啊、人正常咧用500倍无代志吼，因为你用的这个足淡的吼、哦，所以你用500倍有可能吼、哦、会迄个浓度会流啊较悬小块吼，所以
啊，一定要小心啊！这但是这心肺无害气，这无啥要紧吼、哦。这啊，佮喷了了会较慢一点安尼尔吼。所以啊，咱常常咧讲的就是讲肥哦，这无够吼。那会当佮补吼，啊，若是伤济呢啊，伊就伤着啊，伤着呢，就是啊，本来你要紧吼、哦，这啊变作呢，颠倒倒会慢呐吼、哦。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希望讲咱好朋友啊，咧操作的时阵吼、哦，有当时啊。伫较关键的迄个时间吼，伊做较幼长迄个时阵啊，咱咧操作呢一定爱小心注意者安尼吼。那么你也当用一挂即个像啊青，还是即个 N 九吼，即拢会使吼。那么有喷药的时阵呢，喷两届啊，应该伊个个起来即个药呢，我诶敏感会歹小夸吼，但是呢应该是无啥要紧吼，啊，要个还可以啦吼，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吼。那么另外就是讲伫这个啊、金龟的这个部分吼，这许后边面应该是这蚜虫吼，啊，这个看起来你是不是得一只是食这吼、個？这应该是一个因为看不是很清楚吼，这个先诶第一张吼，伊有一点绿绿的吼，这种然后。一只一只，哎，这应该是这种浅叶型这类的鱼卵糖，吼、哦，鱼卵糖，嗯，没有错，哦，这有一张足清楚的，哈、哦。那么顶管阁有看到一粒一粒的一个这个卵，吼、哦，然后伊即马伊个幼虫伊的造出来，吼、哦，所以这你爱小心，吼、哦，这浅叶型的这防治，那么喷一边啊，比如讲你要用这个油剂也好，还是讲。啊，这细长时阵药啊先隔两遍啦吼，啊，这应该是爱去注意的这所在吼，这底下好你稍了解者吼，啊，基本上是安尼处理的这方法吼、啊。那么伫横林呢吼、啊，这种因为你还有几啊种作物伫同款伫内底吼，啊，然后佫有一半种啊，唔知虾米款是木瓜啊是虾米吼。那么有当时啊，你也是咧转药啊时阵哦。啊那么袂当讲啊，我种甘麦片，啊，我着甘麦片防治哦，这不对哦，因为你规区吼，所以有当时爱刮来刮去哦，所以一定啊，你伫这防治上，包括伫周边，那是有啥物款的作物吼、哦，你嘛是爱配合呢啊，少来改这做这处理吼、哦，啊那无呢啊，伊就容易去造成，对咱对讲简单讲就是讲未来未去啦吼、哦，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吼。哦啊，即提供予你小做一即参考吼，随时然后什么款的即问题吼、哦，那么不用急哈，即、哦、我相信咱解决的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哈、哦，永远会比问题还要多啊、哦，所以呢不用担心啊、哦，嗯。好，来继续过来看哈、哦，其他听友的即问题，赶快提起咱手机边的相亲，有无清楚无了解的代志，就是拜一到拜六暗头前两点钟，咱隔天讲呢。透早四点至六点，上午八点至十点，这是咱重播时间。好朋友，那是有拄等哦，听了无清楚、无了解遮代志，你隔天讲呢，咱只能时段列蛋糕，甲咱收听一届哈、哦。好，老师，你往上看你的微信，往上滑。好、哦，前几天我有传了这个谢荣生哦，伊要甲你请教这代志哈，他的这个番茄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哈？伊讲伊迄个节间呢，结果你看怪怪哈、哦，好像我呢。这个应该怎么就是安尼？嗯，臭大臭大一个机关。对啊，迄但是迄看起来造型是客机啦吼，就是讲比较不像什么款的这个病害，所以我一直认为讲无讲真要紧吼。啊、哦。那么一般来讲，伫这个机条管顶，这个时阵伫咱病地要出现着患疫病的这个机会呢，啊，尤其伊即马甲看起来吼，也无落雨，也无迄个第一温度高，第二无落雨吼，所以要出现患疫病的这机会相当的这小吼，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啊，这个科技吼，这款的这情形吼，我相信大概是这个问题吼，应该是科技的啦吼，我的判断是安尼吼，啊，较无成功是这个什么？啊，病害啦，是虾米款看不太出来吼。啊，那阵讲有吼，爱小注意者吼。大概呢，啊，会当予咱看到的是讲啊，这个有呢，算基本上吼，会当小做这处理吼，就是讲，伫啊，因为你反正你有一挂疫病的一个防治，你会继续去做吼，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无足大的这问题，因为不是一个很大的这状况吼。那么，顶多是伫今年吼，咱拢会提醒吼，拢会提醒大家啊，小可来甲伊
啊，需要注意一下呢，吼，注意什么款，吼，注意一个这个啊，番茄全显蝇，吼，这种做成二能糖，但是呢，啊，伊无啥同款，吼，这伊这个糖，吼，伊也嘛是这种芽，吼，生出来，伊通常伫叶啊，管定咱二能糖通常伊食一抓，啊，这个有呢，伊会食这个叶啊，吼，啊，还是讲伫。那管定吼也食有迄石痕，你上这看嘛，因为我是看未出来讲啊有迄个情形，但是即卖已经有足侪人啊拢咧反映吼，讲啊有看到即种的一个即个啊即糖伊个加吼，即啊但唔知啥物糖吼，即应该是即番茄浅雪凝做成二能糖，但是伊个唔是二能糖吼，二能糖一抓一抓也食落啊，也食个叶啊，食个剩一个膜啊，安那伫肌骨啦管顶吼，啊，伊就较容易有这经验，哎，好加贵的，安尼恶心恶心吼，啊，你也看起来应该唔是啦吼，所以呢，啊，我个人认为讲是唔是这个科技来个这造成的吼，那么看不出是看不出来是虾米开始做啊，这款啊，只是讲小注意者是唔是有啊，一寡这全显蝇之类的这危害，因为入去了伊会去甲食吼。啊，食较侪，伫迄标配以下，遐会存一个膜啊，吼，啊，小看卖者安尼就好啊，吼，啊，我个人是感觉是安尼吼，所以啊，小注意者，但是呢，实在是看未出来是虾米款的一个啊，一个状况吼，即伫只好难注意，大家朋友吼，你小了解点啊，嗯，嗯哼，好，来63386016638601哈，老师再来看吼，这个艾迪的问题，艾迪即讲着吼，伊讲这个立交吼，充足对感冒病更有重要。艾迪因为是种这个大果番茄、牛番茄，所以讲吼，这个、日照不足是不是讲这个、果实果壳袂大粒？啊，因为伫个山顶吼，果实有这种问题。另外果实包括呢，碰到吼，碰到这个叶面吼，也就是说叶面的一些吼叶面肥，啊，伊这培分还是讲微量元素。会当吼，伫个叶片吼冻偌久，阿哥吼有只吸收，因为感冒病呢，伊是叶面还是叶背吼，甚讲是正面还是倒面，比较较容易吸收吼。这个他想要请问老师哦，这个已经回答，我看错了，对不起老师。我讲奇怪，我头拄仔看个不是这问题。好，没事，老师是刚刚爱是他下面这个问题啦，嘿，下一个问题，嘿，拄仔为了看，因为他的题目我已经有超过了。抄底的作品，我想讲，哎、欸，跟我考我看那无同哦，现在是我眼花了。好，来老师，伊问的吼是有关这气候的问题吼，这个有关于这个气候的问题，伊讲吼山顶呢拄着梅雨季节，啊较无日头，今天呢是不是较无容易吸收到养分？安尼一般呢吼，感冒病呢开花了后袂落花。调高率会较好，会当喷虾米？有人讲葡萄糖，因为伊个光合作用，了后会产哦，算讲伊个在产物植物会当吼直接来吸收利用。啊，那是讲这个时阵病害防治，伊个节奏吼、哦、是不是爱缩短嘞？嗯，这个问题，嗯，因为有真侪人安尼讲吼，因为光合作用的产物吼、哦、是一个这个葡萄糖吼、哦，那么。有个人就讲安尼，我是不是直接吼、哦，直接就甲喷落吼？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是不是可以做？我就给他喷一喷啊，这刚好下面款呢，这个啊，这个吼、哦。那么目前啊、哦，目前该研究起来吼、哦，这个其实基本上吼、哦，在作物的这表面吼、哦，是不是有法多直接？可以吸收这个啊，这个葡萄糖哈、哦，这个大概呢，以目前啊所做的一个在学术上的一个这种有来对哈、哦。那么通常哦，通常呢，其实啊效果哈、哦、并不明显哦。对啊，植物会不会吸收？会哦，但是呢，那个量哈、哦、真的是啊，这个微乎其微啦哈、哦。所以呢。有的人会讲啊，你甲喷瓜这种这个葡萄糖哈啊，这个稀释的这个倍数呢，大概就是讲300倍左右哈啊，然后去甲喷哦，去甲喷喷，啊，这那从对于啊有较好的这个应用哈，啊是讲伫这个反正就给它加一点点糖哦，这葡萄糖啊是啊，这个有的人用这种蔗糖哦，用这蔗糖呢啊。也是讲用这个黑糖吼，结果因发现吼，就是讲葡萄糖啊，葡萄糖，然后蔗糖，还是这个蔗糖的这个二刷，
还是乌藤哦，乌藤这三项喷起来呢，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葡萄糖上容易吸收嘛，对吧？最容易吸收应该是这葡萄糖哦。但是呢，发现哦，发现呢，这三种去甲做同样的这个浓度哈、哦，去甲喷起来的时阵呢，其实是这个乌藤的这效果较好哦。那么这乌藤效果好，但是呢，事实上。有人就去推断讲，这乌藤内底，因为它有一些维他命 B 啦，吼，这 B 群各种的这原因，所以伊的这存在这物质呢比较复杂，吼，所以认为吼这物件呢确实吼确实呢就比较很难去断定吼伊吸收，但是目前甲看起来吼，那么伊也当来改。底液上吼，这应该是可以去去吸收一部分吼，等于讲也当去改这个去个加入去吼。那么这一波来讲，底这个效果上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有效了吼。这光合作用吼，因为光合作用不是干啊，我们或许一直去强调讲，伊是一个这个产生葡萄糖哦，葡萄糖是它一个能量的一个这种来源哦。那么，伊是靠这种葡萄糖去做一个营养物质的这种这个转换哦，这然后提供给这部分的做一个各种生理上的这个标准哦，这最主要是这款的这个得力了哈。那么，所以呢，你讲伫后边要喷哦，大概呢。它是可以的齁，它可以去吸收一部分齁，所以现在因为这个研究出来了有很多齁，这有一些这种寡聚糖齁，这个葡聚糖齁，这个甚至呢各种的这些东西齁，都大概都该配在这个肥料里面，那么来利用齁，好像这个有一点点这款的这效果，甚至齁有人去改利用这种，比如讲伊去改配一寡这个磷钾吼，这微量元素等等，然后加一点啊醋。为什么要加醋？因为呢，弱酸性的时阵，微酸性这个时阵呢，这不较容易吸收哦。所以因通常去加一点啊这物件，然后给他一点糖哦。想当然了，这物件拢可以哈。但是作物哈，你讲纯粹用安尼啊，干如果伊那消化多，比如讲伊全部拢靠这来改这个吸收。那么伊就干阿食糖得啦吼，那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的哈？所以不要简单哦。所以目前来看起来，这个效果呢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的哈。就是讲你可以适量哈，这补一点点哈，这个呢大概有一定的这道理。一般来讲，伊的用的这个倍数大概就在300倍哈，300倍到300到500倍这稀释的这倍数，因为糖。伤济对于做物吼，即监管里面那些营养唔是干阿做，你做物无法度吸收的时阵，有一些病害呢，会加速伊的这产生吼、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咱作物吼、哦、还是需要光吼、哦。你甚至你甲喷葡萄糖吼、哦，没有光的时候，葡萄糖会吸收吗？没有光的时候，叶子那个病恹恹的吼，底下遐因为根本无这个新陈代谢，它根本也不需要这以光照不足，新陈代谢很低，它需要的葡萄糖量也没有很高，以整个这个代谢解作用呢，因为光合作用伊是一个带动吼，这个带动伊用葡萄糖去做一个这个媒介吼，就提供一部分的这能量。后壁这个物件佮变作啥物是较重要所以这个整体上拢有这个影响啦所以呢一般来讲，咱通常就是讲，那是阴天的时阵吼，比如讲，咱咧做这个无土栽培的时阵吼，有正常的这日照量，咱有一个量日照量较悬，咱因为伊工厂。算比较活跃所以呢咱日照量较悬的时阵，咱肥料就会较济；日照量较低的时阵，咱肥料就会较少所以呢，这个若是讲完全拢无日头，根不会说完全就不吸收养分但是它需要的量少，因为咱听众朋友一定爱了解，这不是主动吸收你唔能讲伊是需要啥物，佮食啥物吼，伊唔是讲我予伊爱戆戆，伊就佮食，没有这一回事吼，伊是一个主动吸收
大部分拢是靠即个主动吸收来吸收落去，只是讲有一寡物件咧移动咧啊，需要水分去改倒三缸哦，所以啊，特别像钙这种咧，伊的一个移动性哦，伊这啊做不需要，这个、量真大哦，所以呢啊，伊需要即个水哈，即、哦这个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哈、哦、啊，这因为伫即个生长旺盛的所在需要即个物件，所以伊就需要水分去改即个带动啊，所以呢啊，根咧吸收是一部分，但是吸收。伊是唔是话都带动，佫是一个足重要一个即个议题吼。啊，所以你讲即个规划袂拉花吼，即调高度袂好吼。阴天的时阵，通常拢注意啊，肥料适当的即供应吼，啊，然后最重要吼啊，即个左果吼，即左果的即，比如讲你乌阴天啊，伊花粉较袂打伤哦，所以即授粉伊本来的授粉率就会降低哦，授粉率的降低，所以啊，你是唔是适当的去啊去改摇动吼，还是讲人工授粉哦，即种用着呢，小干啦，有一种伊感冒病吼，小花甲摇叮当哦，就给它摇动吼啊，即款呢即情形吼，即大概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啊，咱一般在噴什麼吼？烏陰呢，其實阿伯也是建議你噴這個啊，這個 N9 吼，因為呢啊，這種物件這是一個啊光合作用的一個，這切一寡這種啊，它合成的這個過程裡底一個這前驅物質，因為葡萄糖其實伊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媒介吼，即内底伊即个能量的媒介，互伊会当甲即个氮吼，它吸收的这个硝态氮、氨态氮吼，啊，然后变做氨基酸吼，啊，去合成伊最主要一个氨基酸。啊，那么即个物件，咱也是讲会当后边甲补充一束啦，互伊伫合成即个过程呢，啊，伊唔免消耗哈侪即个能量吼。那么这一般来讲呢，它确实是有啊较好的一个即个生产的一个效率吼。那葡萄糖你可以去用吼，但是呢，这些物件咧用咧要小心吼，这用多了呢啊，容易出问题吼，所以呢啊，一寡病害也特别一个这个严重吼啊，所以呢，这你也当用一点点吼，但是它其实吸收的量吼相当的有限吼啊，不是讲伊一定得爱去，因为光合作用这个能量吼，这带动的时阵。啊，都讲共点哦，它是用葡萄糖去做一个储存哦，伊那不记得新陈代谢，它这些储存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必要哦，啊，所以呢，你喷落去它也不容易啊，不容易吸收哦，所以啊，这个有喷哦，可能会有效哦，但是没有喷呢啊，不见得就效果就很差。那么在乌阴天的时阵，咱来去注意的，就是讲水分的一个这个供给吼，一定要适当的一个这个调整啊，然后卖造成伊伤大的一个这个啊肥料的一个，所以适当的降低肥料的一个这个使用，然后人工授粉哈啊，这个来提高伊的这个着果率哈、啊。那过来就是讲，给伊一寡啊这种多肽之类的这物件吼，咱这个。啊 ，N9 哦，九趴的氮哈，这九趴的氮呢，啊，这种也当提供一寡这个叶绿素哈，啊，是讲光合作用的这前驱物质哈，这种物件也当可以啊，增加伊的这个能量的这消耗哈，因为它生产的能量很少哈。所以呢，你也当安尼来应用吼、哦。那么另外就是讲，伫乌阴当然病害防治的一个，即、這个咱都要去观察吼、哦。通常啊，乌阴天特别也是落雨吼，啊，迄湿度高，咱原底可能是啊，即、這个像即种好天有当时啊，半个月、一个月转一遍油啊，也不过分。但是通常咱唔敢遐蛮皮，原因是因为那好天虫就严重吼、哦，啊那歹天病就严重吼、哦。所以咱通常拢会固定的即个时间吼、哦，即、這个节奏。但是伫即内底。啊，有可能你就是讲，那是乌阴啊，尤其湿度足高的时阵吼，伊、哦、病害较严重，咱通常会去缩短伊防治的一个这周期，有可能会改变做五天哦，啊，五天转一改哦，这通常是有这款的一个这类、個、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哦，所以你稍做一下这调整哦，啊，记得哈、哦，葡萄糖可以用哈、哦，但是你不要用太多哈。哦啊，这些物件后遗症其实还蛮大的哈、哦，这真多这个得病者呢，啊很多哈、哦、很多呢，啊这些物件呢啊应该是要稍微给他注意一下下哈、哦，所以呢最后你就做这些参考哈、哦，嗯，好，来6338601，6338601，来接着来看哈、哦、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来看哈、哦。
苍红，苍红请教老师是伊大黄瓜吼，大刺瓜吼，伊个叶啊，为什么敢是有害？因为伊进前呢有喷这辛猛克绝甲伊得利。一般若是这个有害发生上严重，通常拢伫这个心脉这个所在吼。那么这个多数发生这个要害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来看起来吼，你是讲的这个情形的，这含这个有害，尤其那是咱咧判断这个有害吼，这通常有一个较有的是讲，它可能那个面积吼，你喷的这个所在有一个病，那是平平拢咧喷吼，喷较重的一定较严重，对吧？然后佫有一个就是讲。有当时啊是这个伫挖弯的这个所在会较严重哦，但是袂讲干呐并讲一抓干呐一掌半掌哦，可能会足侪掌的哦，这足侪掌的哦。那么一般咱咧用这个伊得利哦，伊得利呢这种物件，这个其实伊对着这个作物吼，这通常伊效果呢就是讲其实很不错了哈，这。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讨论吼，就是讲这伊得利也去伤到吼，那么这款呢，这得利吼，这原因是安怎伊得利也去伤到吼，那么这个有真多啦吼，比如讲你咧用这个伊得利的时阵吼，有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你浓度吼，浓度那是较悬的时阵呢，那很容易吼，很容易产生这个要害吼，这一种物件确实吼，伊也是咧用吼，大概呢。这个药呢会有一些哈、较容易呢去来改用这款的这个物件哈，这大体上那是讲有去用的哈，比如讲伊得利哈、哦，那么你浓度用较悬哦，也三型这有害哈、哦，那么辛猛克绝哈、哦，这浓度悬那浓度正常应该是还可以哈、哦，所以你这我是反而比较担心哈。哦你也当先吊车先喷哦，但是呢，为什么讲叫你先吊车先喷？因为我较担心这个是这个退氯黄化病毒哦，这胃下卡迄黄豆起来，然后一种血啊，这个颜色呢做成鬼啊，这个退氯黄化病毒哦，所以小心注意看卖者，唔是因为你那是这大肠啊掉掉，有的人讲个抠掉吼，这退氯黄化病毒它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哦，所以发病这个时间通常。就是因为你有钓钓了吼，到伊发病吼，那这时间会稍微慢一点点吼。这咱是干嘛讲？你伫这处理上，你唔免讲，你也做细长钓钓啊，过伊可能就较无头发多解这个完整的这种结果啦吼。但是呢目前来看起来像你这种吼，你也用一寡这叶面肥吼，这边工厂这吊车吼，那么你小解喷一下吼。也当去抵抗这种和长较健康，也当抵抗这个病毒病哈它其实没办法治疗了哈，但是就是讲，伊这个鬼啊呢，赶快呐是长有够算伊生长较无遐有哈，是有受影响遐尼大，那么伊赶快有法多来个继续的这个发育哈，所以咱伫这个栽培这个当中吼，那看到因为退氯黄化病毒吼，通常伊这个咧黄吼有几啊种吼，一种。药啊呢，即黄斑吼，然后你后面佮做成迄个缺眉吼，做真济你会看到吼。那么即有当时啊，伊看到即所在新药老药拢有吼，但是通常即、这个下骹药啊会较严重小块吼，所以你即看起来是有即几张吼，即看起来即状况呢是比较不是那么乐观吼但是即当吼伊继续生啦，你哦即个分散呢。做好这个防治啊，这同款吼，伊也有法度过来改。这采收干啊，准讲长有一点啊变形的时阵呢，那你大概就会当来改这个这个处理掉吼。因为这仔啊，这抵抗力呢真真低啦吼，所以你仔啊期就是讲卖互伊钓钓吼，因为你仔啊那钓钓伊就无啥会大，你若有大起来对吧？吼你若是有大起来，你长那较许啊，就拢无啥物款的这问题吼。慢慢呢，伊就有法度呢来个伊这个这个成长吼自然呢就较会许吼。那么较严重有当时啊，为什么讲有可能是这退氯黄化病毒？因为你有几张吼，这个伫这照片内底有一个。倒数第二张迄张相片吼，
伊迄有即个叶啊吧，小花补补吼，啊叶脉浓绿吼，即种呢，即真有可能吼，即嘛是啊，伊个即个比较容易去判断的即竞争啦吼，所以即啊，你爱小心吼，啊然后啊，一寡即个变工利用高钙镁吼，然后配合即吊车吼。啊，小甲喷咧喷咧吼，啊，一直到呢采收吼，啊，就讲，那是有掉病，这你就留较少掉咧吼，你尽量会当小做者这个整理吼，啊，小来个这做者这处理，啊，相信要个加减有糖二万吼，那啊，其实还可以哈，还可以再啊，要加每当来采收吼，所以。啊，这里家也当好男和朋友哈，小周姐姐了解点哈，这基本上我觉得还有机会哈，但是呢，就是讲后面哦，小报嘞哈，啊，相信应该是还不错哈，应该是还不错哈，还可以啦哈，还可以，觉得有呢，啊，这里当好男和朋友哈，小周姐参考哈，嗯，来6338601，6338601，接着来看哈，飞龙。飞龙请教老师的事情是，你看有一个图片，他所做的是鱼菜共生，他以前朝天椒，所以要请教老师，他在咸椒采收的时候要加到哪位，他感觉说后续他的生长呢，那亲像没说概率上有生了有比较少，目前他只是把个性的给他加掉，基调并没给他剪，并没剪基，嘿。嗯，这一般来说，在这个朝天椒你的，这我比较不了解，伊讲要加到对吼，这种伊当然长吼，那是惊吼，伊就继续生吼，这咱多数朝天椒是较少讲去甲伊做一个这个很完整功课去安怎去甲伊这个做修正，然后这一般来讲呢。那会当念哦，即有当修的修哈，所以伊即生长量吼，尤其你做即个鱼菜共生上难的即所在，应该是啊肥料的即供给量吼，即你唔通看辣椒安尼吼，但其实对肥料的即需求量呢啊，真的还蛮大的吼，所以也即个供给量你爱该注意着吼，所以即肥料啦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算伤过头白吼，你惊讲生生过伤过头济啦，是安怎吼？你会当呢甲即个较白的即个所在吼中即只只吼，中即只只甲伊即念掉吼，即个即种甲伊即个卖伤过头暗吼，但是你的掌吼，即个掌本身并无足白的吼，所以即还达不到讲。需要去适度修剪的，这主要是伊这产量未起来哦，产量未起来哦。那么这个部分来讲呢，就是讲你伊个慢起来吼，伊那生过你都改采收起来，没有特别去修剪哦，免只是讲那有诶较暗吼，因为生过了伊有诶的较白吼，较白咱也需要改改念掉吼，卖互伊伤。因讲伊中心的所在伤过头暗哦，啊，这最主要是安尼就好啊，其他倒是因为伫这个鱼菜共生内底吼，所面临的就是这个产量足低吼，目前做的成功诶吼，目前我看到诶吼，这伫台湾我唔知影吼，但是呢伫这个其他的这个所在我看到吼，这做了较成功诶，就是饲虾啊，养虾哦，因为这个虾啊吼。那么伊较特别吼，即个伊即种南美白对虾吼，南美白对虾，就是咱咧食迄个白虾吼，白虾加水加咸水拢会饲的吼，加水加咸水拢会饲的啊。所以呢，伊对着即个水内底伊吸子的即个耐受度真高。好，搁一个就是讲伊虾啊单价较好，单价比较好，所以你若是讲要当真正有法度去趁钱吼，即能卖点钱。那大概呢，这是有一个有呢，还不错哈、哦。那么我看到成功呢，其实伊遐唔是真正饲虾啊啦吼，就是讲伊一个这个嘛是鱼菜共生吼、哦，然后伊是一种类似像这种庭园餐厅安尼哦，大陆作者一种伊甲政府提补助啊，做迄个休闲农业啊，内底吼是外口是这个。大平搭起来，啊，内底就是做庭园餐厅、做婚宴广场，互人在内底结婚。啊，这个温室搭足大间的，啊，装甲足水的吼。
涂骹嘛铺甲好势好势，啊刀啊随时会当撬开，会当刷开，啊平常就是用一寡只植栽，啊因伊个是一间火锅店，啊火锅店呢去改啊用即个虾啊，即虾啊拢伊外口买，哈、啊、买来即马甲放落即个水族箱内底，啊伊个菜底啊咧循环，啊伊个菜呢啊是为外口入来，哦啊来放底下，啊你若讲诶你即马伫火锅里咧食即虾啊底下活跳跳，啊甲裹起来吼。啊啊，的服务人员啊，即、這个要偌济哦，这啊要即个甲勾起来，啊勾起来吼，伊、哦、就勾起来称，啊就称重哦，啊这就是甲你记录起来，你食偌济虾啊，活跳跳，啊在落遐烫，啊青菜底啊，啊你现家己底啊拌，啊拌起来呢，啊即、這个伊冇水啦，但通常伊强调伊要足清气的吼、哦，所以啊有拌起来嘛无洗吼，啊就给它丢进去吼、哦，啊这啊吃得很大家很欢乐哈、哦，这。啊，真趁钱，我看起来，恁算一个这噱头哈。啊，尾也当然啊，有一些状况啦，吼、哦，这后来就没有了，吼、哦，这鱼菜共生，吼、哦，当然可以去探索一个未来，哦，去探索一个未来。那么这部分当然是啊、有一些哈、哦，还是可以的啦，哈、哦，所以。你也当去探索看看吼，啊，但是就是讲，伫即个整理上吼，即最主要就是讲卖伤密吼，啊，其他呢，伫鱼菜共生内底吼，干那虾米个生长量不足，哦，就讲伊个行动量足低，迄个啊整体个即生产量无啥高，哦，即最主要是安，所以啊，一般是没有特别吼，没有特别需要去做修剪，安尼，那也生产并讲。产量较无够，以辣椒来讲，辣椒有可能伤过头冷，太冷了，它就不容易开花，吼，也是讲伊的一个累积的这养分的量无够，等等呢，啊，这拢有可能，吼，这拢有可能呢，啊，会出现着这款的这情形，吼，这伫只互咱好朋友，吼，小做一这了解，吼。啊，这底下好，你小做姐姐参考哈、哦，嗯，嗯哼，来63386016338601，来接着来看呢，我们的大卫哦，大卫要请教老师的代志是有关水稻的哈，乌是外壳哈，水稻的乌是外壳是虾米问题，应该安怎来处理？伊即个伫咱切啊吼，即通常外口诶，伫啊乌起吼，安尼臭打臭打吼。那么即种诶一个即个情形，当然原因还蛮多的啦吼。比如讲像啊，咱伫即个稻热病吼，即细稻热病嘛会发生即种诶一个即情形吼，就是讲有可能有，但是伊迄通常是啊，那是细稻热病诶时阵吼，伊归水吼会有一个比较。规个吼，即有一个褐色的一个这种啊，即、这个斑点啦吼，即通常就较容易呢啊，即、这个、看到吼，即多数是这款的这情形，所以目前该看起来吼，这种即诶，你个啊，臭打臭打这种吼，即大概含啊，这种道德病吼，即嘛有一个即个关系啦吼。那么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啊，咱伫一寡即、这个像。伊开花望花迄个时阵吼，有当时啊，那是即虫害吼，一寡虫的即危害。那么像今年较严重吼，即、這个褐飞丝吼，还是讲斑飞丝吼，即白杀之类的，所以尤其啊，伫迄个入所期即个时阵吼，伊会去啊，伫迄个时阵你会看到吼，伊通常伊会去啊去食即个赤水吼，好啊，所以有当时啊，伊会啊小花看到长顶管路安尼。有一个迄种黑色的迄个排泄物吼，爱 O N O N， 啊，即嘛，伫水道内底，你会看到迄层内底伊个一大吼，一大呢是啊，差不多用要一点一点安尼吼，啊，层会出现这个问题，但唔是干层出问题咧，吼，当时啊连这个叶啊，或者个粒吼，就是讲咱的啊，一个即个即个水切碎吼，叶啊管顶呢，伊嘛有可能会安尼吼，就较慢。啊，也去甲输迄个营养粉啊，还是虾米款吼？那么这就较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吼、哦。所以啊，基本上吼、哦，大概是这两个问题吼、哦，尤其是这稻热病吼、哦，啊，甲着这个飞虱吼、白杀之类的这个啊，所带来的这影响呢啊，会比较大吼、哦。那么够一种就是讲，伫这个白叶菇病吼、哦，白叶菇病有当时啊伫。
啊，切水管顶原来会出现着类似即款的这病症，但是今年较看起来呢，啊，应该不是吼，哦，这今年呢，啊，病有高病，未讲足严重的吼，哦，所以一般看起来吼，哦，大体上应该是含即，这个尤其啊，伫药吼，你若有看即，这个有的人讲乌卡炎啊吼，迄，哦，种伫遐咧飞吼，那么这可能就较容易出现吼，爱，哦，小注意者吼，哦，这伫啊，这个各这个咱切水管顶吼，伫咱的。啊，切啊，管顶呢，你也看到安尼乌身乌身哦，所以啊，这有可能是这痰害哦，这大概是啊，一寡这个肺湿之类的哦，这啊，伊本身呢，这危害，所以后摆起来呢，啊，迄切啊，就较袂遐黏啊，许吼，所以最近爱注意哦，可能就是啊，第一啦吼，就是这个肺湿哦，即个白沙，即个即几啊种哦，即反正啊，是讲像这个炎啊吼，炎啊呢，最嘛是炎哦，痰。啊，是无好注意糖，吼，所以你糖尿病呢，需要注意者吼，那么个注意者，即个防治吼，即有时啊，那伫横林有看到，差不多该做处理吼，你一般拢是爱伫今年吼，拢会特别甲咱台中朋友强调者吼，即伫横林你若看到一丛切啊个拉叮当，然后看四五只伫遐咧飞吼，你讲即无切啊，你个摇叮当。唔知啥物物件，因为咱有时啊，咱袂晓分嘛吼。但是你甲压落，你就看有咧飞的时阵咧，你就结啦吼。即就差不多爱小解小抓者安尼吼。那么有当时也较高比吼，但是咱即马咧抓有诶，那是动力较强吼，伊更会落拢无啥要紧吼。那么比如讲像即，這个伊达安呐吼，即，這个布菲松吼。大力松哦，这种的呢，这种会当来改这做防治哦。那么这改当去，予伊袂遐尼啊，这严重哦。那么这最主要是安尼，可能是一寡这肺湿之类的哦，这对着伊的这影响哦。啊，目前该看起来吼，那伊这个切啊呢吼，那个看起来应该是含之类的这影响比较大哈，所以啊，爱个小做这处理哈，稍微给他喷一喷哈，那会了较好了吼。啊，那无呢？啊，这个有当时啊呢，这个会影响到吼，哦。这个，一般来讲呢，伊对起吼，一般切啊，咱是较少去甲你徛这个外观啦吼，哦。但是啊，那但是迄重量伊就变足歹吼，这个，变足歹吼，所以这一般来讲啊，有一个这个。啊，一定爱改伫即个入手起吼，即阵啊都啊拢差不多买了啊吼，即啊一定爱小注意者吼，即通常呢啊有即几种的即可能性吼，所以啊伫早当来讲，咱通常拢会去啊去讲着讲，应该是一个即个道德病吼啊，即个那过来就是即个文膏吼，文膏病吼，即种呢即嘛是按日本膏吼，今年甲看起来倒是还好吼。那么，阁有一个最重要呢，应该是有的人讲，即个细菌性的一个骨枯病哈。那么，那雨水无济吼，要得细菌性骨枯病的即个机会足细哈。所以呢，应该是含即，這个啊，即痰即哈，有一些关系啦哈。那么小喷一下，这一般来讲呢，啊，还是有是这样的哈，啊，比较容易呢去改伊啊，做这处理一般。发现到这种的情形，多数吼，多数含这个啊，得了病吼，有一点点关系吼。这有的人讲啊，得了病不是早当才会得，无哦，这晚当嘛是会。啊，晚当的这得了病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吼，就是啊，你进前无处理好势，然后又留落来，迄个残留哦，因为伊通常所保留落来，一寡病菌吼。那么伫适当的这时间内底嘛是会啦吼，所以咱有诶小做这处理吼。啊，另外一个就是即个虫害吼，即虫呢伫今年内底较严重，所以啊，这个也跟虫有一点点关系吼，所以啊，那时候呢小做这处理，相信应该是有法度甲伊控制掉咧吼。那么即伫遮提供予咱好朋友吼，小做这参考吼。那么大概是安尼这状况伫咧吼，嗯。嗯哼，好，来。63386-01633-8601，最后还有那么一丁点时间哈，老师，我们来看哈，这个听友哈，问讲哈，有关这个粉肠有散糖之作怪，甲甜菜叶儿及两种爱喷什么药来控制？
你讲诶，即个蒜头哈，即，我是比较担心你讲诶，是毋是？就是啊，长啊，公堂即种诶，即个药哦，即因为即阵啊，即个根瘤线虫哈，伫即个时间点哈，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影响未安尼严重，因为温度降低啊。较无遐严重啊，所以还是有可能啦，唔是讲白吼，所以一般就是讲啊，下一挂即个蒜糖油啊吼，并啊咱头即个地下糖咧用的即个油啊吼，即真普遍啊，真侪好朋友咧应该拢啊真了解着吼，即大概咧咱会当来解下吼，并讲像即个加保护的即个粒剂吼，那呢下多头下底吼，即应该那有下啦吼，那准讲有。啊，有做这个防治呢，这嘛算不变哈，因为天气凉落来了呢，只要温度较低小块哈，那么伊通常的这个伊就较袂作怪啊，这严重的这个情形就变得比较没那么的严重哈，所以啊，你也当然的来改这个做这处理了哈。那么一般通常咱伫这个根瘤病哈，这根瘤蒜糖哦，根瘤蒜糖咱咧用的这药啊呢，那么你也当稍来改这注意点哈。就是讲啊，最主要是用这个啊一寡病例有的人来去甲下这种病像这个皮蛋哦、皮蛋粒啊这种哈、那么个下带这个托卡底哈，这最主要哈、这个还是可以哈、只是讲即马吼较麻烦，就是这个肠啊吼，肠啊咱咧用的这个这种推荐用药哈，其实它是有这个限制的啦哈，所以。这样物件咧用咧，你要稍微小心哦。那么，这个被单哦，被单你会当提来用哦，而且会当下涂骹哦。那么，可以做些这个处理哈、哦。一般来讲哈、哦，甚至被单也好，顶支加保护也好哈、哦，这种咧拢会当啊，有对于有一个一定的这效果。啊，这其实伊唔是干呐。对蒜糖哦，伊可能呢啊，对其他即个芽类呢，其实还是有用啊。只是讲啊，你可能爱搁加一支即、这个加一挂糖油啊，吼喷即个叶面吼。那么尤其叶儿类吼，即克安博啦吼啊，即类叶即伊麦丁吼，那即个有呢福分龙吼，这一类的吼，即个油啊呢啊小喷的吼啊，相信呢有一定的即个效果啦吼，就是讲。未使讲干啊啊，即个药吼啊，糖药啊咧用咧同款吼，就是卖电锅机吼，即真侪人拢会问讲对一支抓落一比一重吼啊，其实即个药啊，你那是不时咧甲抓，较抓拢抓迄几项咧啊，就效果上咧就会比较不好吼，所以呢啊，最主要你一定爱少做一下即个轮替吼，那么会当少做轮替吼，即个是一个。啊，最要紧的这所在吼，所以这里交好朋友呢，啊，小做这参考啊。那么这得当你伫咧用药的时阵吼，反正这里没有什么这里较特别啦吼啊，但是呢啊，你得爱这里轮流用药吼，比如讲像涂骹你咧下这白檀粒啊吼，那么伊小注意者就是这里、伊的这里这种安全采收期吼，啊，伊它比较安全啊，所以。涂骹叠这个黑一边，啊，然后后面啊，糖油啊个抓者，应该安尼都话都该控制掉嘞，哈、哦，就提供给你做参考，哈、哦。来，时间上的关系，两点钟的节目我先暂时呢进到这，听众朋友提醒你哦，我们明天空中见。